四百年中关怀弱势团体、家教行善团、甲台湾向心桥慈善会，今仔日联合举办寒冬送暖活动，邀请嘉义县市的关怀户大约500户，并且赠送民生物资以及红包，让这群弱势团体在年前会当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市长王炳辉也特别到场来关心，并且感谢这两个单位的善心义举，让社会处处充满温情甲关怀。来自社会爱心关怀嘉义县市弱势团体、嘉义行善团甲台湾向心桥慈善会，汇集众人爱心，准备了500份的民生物资甲红包，赠送予弱势团体，并伫26号上午举办寒冬送暖活动。嘉义市长阿美辉也亲自到场，感谢嘉义行善团甲台湾向心桥慈善会的善心义举，让社会处处充满温情甲关怀。我想在这么温厚的人情味里面，带来很大的温暖。虽然这两天寒流来了，非常的冷，但是我们要感谢嘉义行善团以及南向新桥慈善会共同的爱心以及各界的物资，今天带给我们嘉义500户的所有的乡亲，给他们在寒冬当中更大的温暖跟力量，让他们过个好年，有红包，有物资，所有的温暖让大家满心的欢喜。嘉义行善团秉持着社会服务，以造桥铺路以及宗祠慈善活动为宗旨，数十年来受到社会各界肯定。在岁末年终之际，嘉义行善团甲台湾向心桥慈善会特别透过寒冬送暖活动，让弱势族群透过爱心关怀感受人间温情，也希望抛砖引玉，让社会各界人士发挥爱心，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新闻台闽台市采访报道。